这是什么？穿山甲老师，赶快过来看！你看这个虫，它的尾部有四个黑点，头上呢还有 Y 字形的，这是什么呢？我怎么以前都没有看过啊？这个呢，就是最近大家常听到的秋行菌虫，是一种外来种的农业害虫哦。那它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它对于农作物的损害很大，像我们常吃的水稻和玉米都会受到影响哦。啊，这么可怕哦！那假如我们真的遇到秋行菌虫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如果在野外遇到秋行菌虫的话，可以拨打行政院农委会的通报专线，以及下载他们的 APP 上传通报哦。我知道了，预防虫虫危机，你我有责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